trees swaying in the sunbeams, showing off their silver leaves as we walked by. You wait. And then drink. Thank you. Joey.好吃吗？就福建的灌饼的味道是吗？我今天早上就是先去喝了一个希腊咖啡，然后现在走路去卫城。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逛卫城，因为昨天基本上就是吃了一晚上。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逛一逛雅典卫城，然后还有一个任务希腊桑拿，希腊桑拿，然后还要再吃至少两个肉。如果说你觉得我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那就对了，因为这其实是来自一年半以前的记忆。最近终于有时间翻出旧日影像，记忆翻涌的同时，也更加坚定 vlog 的意义。从2009年开始拍视频，我也拍了好几十支 vlog。有的自己很喜欢，不时翻出来回看；有的发出来再也不敢看，因为会被自己尬到；有的表现非常好，引起大家广泛共鸣；有的鲜有问津，静静躺在列表里。这五年的时间里，我也经历了热情高涨期、自我怀疑期、疲软期、有心无力期等等阶段，但兜兜转转，我发现我对于影像记录的热情只增不减。对我来说，影像记录不仅仅是锁住时间，也是表达观点、宣泄情感、讲述故事。而就 vlog 来讲，它本身是一段私密记忆，却因为公开发布，为观看的大家提供了一种他人的视角。实在是太美了。然而，记录本身是一件事，当它被发布到社交媒体，就被加上了另一个维度。此时观看的人不再是你自己，而是任何人。你也不再是自说自话，而是在传达信息。于是，出于人性深处的本能，开始关心自己是否被听见。刚到这里就是心情好到爆炸，好美呀！嗨。这里的人好热情，救命！虽然这里是淡季，有点尴尬。这里是淡季，然后现在都没有水果干。然后刚刚有两个人等着，就跟我打招呼，热情中带着一些尴尬。Anyway， 我们就是刚刚从酒店出来，然后在酒店下来的那个路上，就感觉好治愈啊！一走出这个酒店，然后就看到这个美丽的，突然一下子就有了度假的心情。蛮推荐大家淡季来这里的，又一点都不挤，然后像什么。酒店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半价，然后那么美的酒店，你光在酒店拍拍，感觉都值回票价，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。OK， 我们下去吃饭，暂时忘却了疲劳。还没看，进来吃饭，随意吧，随意。我觉得太开心了，随意。但在信息饱和的社交媒体上，不被听见似乎才是常态。一开始我也会因为兴致勃勃的分享剪了好几天的视频，结果播放量不理想而感到失落。但是慢慢的，我想清楚了，我究竟为什么在拍 vlog。 对我来讲，通过影像这个媒介，我将当时的记忆和情感永久的保存了下来，这是快乐的。在剪辑过程中重新思考，重组思绪，这是快乐的。vlog 发布之后得到大家的反馈，与大家交流，这也是快乐的。但其实它唯一不好的一点呢，就是餐厅基本上都没有开门了，我已经就是饿到一个虚脱，还在吃冰开场。咱就说这个敬业大酒店，我叫错了别人家嘛，问能不能跟人家吃饭。然后我们来的路上，哎，好像没有见过这里，好看，但是没见过这里。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原路返回，因为我们在来的路上看见了一家唯一一家开着的餐厅，然后我猜测可能全岛的游客都在那里吃饭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凭着记忆往回走，然后找到那家还开着的店，然后去吃点东西。对，这里我们没有来过，但是这里真好看。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已经饿得要死，但是一看到哇，这里好好看，拍一拍，这里好好看，又拍一拍。那我们要不在这里拍，再拍拍吧，都已经饿到这个点了。 Vlog 这件事情本身为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快乐，我为了自己而记录，如果得到他人的喜爱，只是锦上添花。 Vlog 的终极意义，在我的字典里，
不是他人的肯定，不是观看量的多少，而是我的记忆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思考。它是我思维的延展，是情感的具象。如果它能引起你的共鸣，我很荣幸；如果不能，我也想一直记录下去。早上先吃了一顿早饭，然后浅逛了一下的行程，已经算是快结束了。要坐轮渡回雅典，我就在雅典待一晚上，然后明天就会坐飞机回伦敦。然后今晚上的任务大概就是再去吃一顿那个斯拉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然后怎么说呢 ？Miklos 在没有游客的淡季，有它的好处，也有它的坏处。好处就是真的太好出片了，基本上都没有人，然后你任何一个地方拍照就是非常的随心。坏处就是可能全岛只有六家店开着吧，好像在淡季来跟在旺季来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吧。可能淡季比较适合就是来体验一下看看，但旺季的话你来就可能会有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 party， 很多的 bar， 很多 restaurant。 我个人是还蛮想在旺季再来一次的，但是这一次也很开心，就是体验了一下，看了一下这个岛的风情吧，然后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再者就是要吹爆一下我们的酒店，真的太开心了，未免太开心了，几乎半价的价格，然后住上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酒店，然后那个酒店的服务也超级好，因为基本上全酒店可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吧，那些 staff 就超级的 attentive， 被那个什么优质服务给包围的感觉，大家人也都特别热情，特别好。但是美好的时光啊总是短暂的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。Wish you didn't have to go.